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擀好了，现在要进到里面去烘烤。那原则上进炉的时候我们开220-190，原则上我们先计15分钟哈。好，15分钟，那再来我们来看它那个烤的情况如何。那先就让它这样子进去烘烤这样子。现在各位同学，我们要出炉了哈，请各位同学来看一下。啊，这样子就不错哈，而且它没有爆馅，啊，这样子算蛮。蛮完备的哈。啊，它的瘦肉哈，这样子酱起来就蛮好吃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。